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104节，只有一句：“世久被乱。”久在佛法里面是列入啊众戒，虽然不是最重的啊，最重的戒我们看比丘戒、比丘尼戒四重戒，杀盗淫妄啊。可是除了四重戒之后，最重的呢，那就是九了啊。只有五戒，莫何有九戒？世尊为什么把这个看得这么重？实在讲呢，佛家的戒律，杀盗淫妄是性罪，本身就是罪，啊，不管你受不受戒，你犯了啊，本身就有罪。可是酒呢，如果你不受这条戒，没有罪。所以酒是属于遮罪啊，跟这个前面四条不一样。世尊把这个看得这么重，就是凡是犯四重罪的，大概是先犯九戒。酒能乱性呐，啊，好饮酒的人，酒醉了，是这个智慧不能做主了，才会干这个杀盗淫妄。因此，佛家戒酒啊，就是防范的，不要去犯杀盗淫妄啊这种重罪啊，是这么一个原因。我们要懂得啊，所以清净比丘啊，滴酒不沾。可是，在戒律里面，酒的开源也最大、最广。啊，所以世尊呢，教人修学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啊，不是不同人情的，许多药里面需要用酒来调药的，这个不凡啊，这个药酒。那么在菜油里面呢，配菜啊，作为佐料的，这个不凡，叫料酒啊。总而言之，你要想想，它不会让你醉的，不会让你迷惑的。啊，那么还有身体虚弱、血液循环不好啊，尤其是老年人啊，70岁以上的、年岁大的啊，出家人都包括在内，身体不好、血液循环不好，这世尊有开源啊，你可以喝一杯酒啊。帮助你血液循环啊，所以70岁以上啊，可以穿皮衣服、皮毛衣服啊。如果70岁以上的这个身体很好啊，很强壮，那就不需要了啊。所以这个一切都要斟酌自己的情况来做决定啊，不是说到70岁就可以了啊，那就错误了。像许哲101岁都不可以，不是他身体好吗？他不是不可以吗？那么甚至也有50-60岁的人身体很不好啊，他也可以用啊。所以这是活的，不是死。
每一条戒律都有开遮吃饭，啊，一定要懂啊，懂得佛为什么制定这条戒，啊，它的作用究竟在哪里？啊，我们修学利益何在？啊，如果犯戒，啊，我们自己的这个损失在什么地方？啊，不要说过失，损失，啊，我们有哪些损失？一定要懂得，然后才知道啊，佛制戒这个心呢，是真舍慈悲也，啊，真舍的智慧也，啊，没有一样啊，不是帮助我们成就我们，啊，佛注重我们这个身心的健康。帮助我们呢，断烦恼，开智慧，成就道业，啊，照顾的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啊，啊，这个我们要懂得，懂得你才会生恭敬心，才会生感恩之心，遵守佛的教诫。所以这个饮酒要变成嗜好了，啊，嗜酒如命的，这个人不能修行，不但出世法不能成就，啊，世间法也不能成就，啊，这个是我们要懂得的，啊，要了解他的深意。再看下面呢，105节有三句：过肉纷争，男不忠良，女不柔顺。这个一段是伦理的问题了。国家社会的基础是家庭，啊，这个道理现在人知道的少了。我们家不和，不要以为这是我们家里自己事情，与你们不相干，那你的想法看法完全错了。家不和，社会就不安定，世界和平就没有。家了，是社会，是国家，是世界的根本呐！啊，现在人对于这个家的观念完全破灭了。我们看中国的古礼，啊，你去看看婚礼。男女结婚的婚礼为什么那么样的隆重，那么样的繁琐，啊，古人为什么这么做法？古人晓得这是社会安定世界和平的基础，不可以不隆重啊，不可以不谨慎啊，啊，所以在古代，啊，诸位读读历史，啊，就是看看古人的笔记、小说之类的，啊，古代离婚很少听到啊，
我们小时候住在农村里面，70年前那个社会还没听说有离婚的。离婚造成什么现象呢？世界大乱。你要不要背这个因果？你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两个人离婚，如果你还留下有儿女，这个儿女就变成了单亲的家庭。或者得不到父爱，或者得不到母爱，他这个性情就产生变化。悖乱的这个因素啊，从这种下去。哪一个人会想到后果有这么严重？佛菩萨知道，圣人知道，甚至明白人呐，对宇宙人生、离世因果透彻明了的人知道，所谓是动一法而牵连到全身呐。家庭好像是我们身体一个细胞啊，这个细胞坏了会影响到全身的。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啊，不是你一家人的事情啊。古人看得这么浓重啊。教育从哪里教是这个教起呢？从教你了解人与人的关系教起，它这个东西是相连的，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是一个关系，整体的关系。儒佛的教学，道家的教学，都没有例外的。现在教育没有了，整个崩溃了，所以社会动乱，世界不安。虽然科学技术发达，我们在物质受用上带来一些方便，可是所蒙受的损失有多大，无法想象。人普遍不懂得做人，真正是，我如果说是忘恩负义，那是恭维他。为什么呢？他还知道有恩有义。现在人忘恩负义四个字谈不上了，他不晓得什么是恩，不知道是什么义啊，没有恩义了还谈什么忘恩负义。我们不幸生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是大乱的时代啊，将来后世人写历史，这是黑暗时代啊。自古以来没有像现在这种状况啊！什么叫黑暗呢？没有教学，人们没智慧，这叫黑暗呢。愚痴啊！光明是人有智慧，人懂事，人明理呀。这一节这注解开头举了一个公案
好，啊，这在历史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，啊，唐朝张公义，九世同居，只一个忍字。人为大德了。《金刚般若经》上佛给我们讲，一切法得成于忍。忍是大德，所有德行里头他是第一了。能成一切善法，能遮一切恶法，这也是把它止住啊！佛法，佛教菩萨，六波罗蜜的人是核心。如果没有忍辱，你的精进禅定般若统统没有了。你看看，精进禅定般若是从忍辱波罗蜜里面生的。你能布施，你能持戒，你不能忍辱。你所修的是三界有漏的福报，由此可知忍辱重要啊！这一部《金刚经》，佛教菩萨六波罗蜜，不是忍辱说的最多。我们要懂得佛说法的意趣。不但是骨肉，这是父子兄弟之间的，世出世间的圣人教导我们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啊！扩展到亲戚朋友啊，绝不能憎，憎是罪业。尊。现在这个社会不讲忍让啊，这个小孩从小就教他要敬尊，你这还得了吗？所以现在这个青少年跟父母争，兄弟争就更不必说了啊，在学校念书跟老师争，将来长大到社会上的时候，他只有一个观念：竞争。人人都在争，世界末日来了。孟子所谓的“上下交争利，而过为”，这个过没就没有办法了。今天是全世界竞争，没有一个人不争。佛法是讲因果啊，我们今天世界上人种的是什么因啊？我们看他想的是什么，他说的是什么，
他做的是什么？这是因啊。从他的心行，我们就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果报。种善因，一定得善果。啊，善里面第一大善，忍让。啊，恶里面第一大恶是竞争。举世之人都在讲竞争，想竞争，不择手段去竞争，这个世界还会有前途吗？啊，竞争到最后同归于尽，这就是世界末日。啊，所以有人说，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地球上最后一次战争，啊，叫做终结战争。这个战争打了之后，再不会有战争，为什么呢？人都死光了，还有什么战争呢？啊，你看看法国的预言家。啊，诺斯多玛，他所讲的，这个战争之后，地球上大概剩下来的人数啊，他是含糊笼统说，没有说个清楚的，这大起之数。啊，有些人认为可能只剩下7000万人，顶多呢只剩下7亿人，这最大的了。啊，也可能说的是7000万人。也可能说的是700万人。我们要觉悟啊，啊，我们要好好的学习。不违背古圣先贤的教诲。什么是中，什么是良，什么是柔，什么是顺，你能够依教奉行，对你决定有好处。啊，纵然灾难来了，我们有好地方去。啊，决定不会贪生怕死，知道自己有非常好的地方去。佛菩萨不骗我们，啊，太上老君也不骗我们，啊，我们依教奉行，决定得利，啊，这个一段的意思还没有能讲尽，啊，明天我们接着再讲。